任务呢是分配我是跟董阳之，我是准备把董阳之的字做一个好好的布置，因为其他的建筑师大概有一些关联性的东西在他们自己的小房间啊。那可是后来呢，我越来越发展的时候，我自己的观念就出来了的时候，我都要求董阳之说，那我可不可以来做一个作品这样子？那后来就有着这样子的一个作品。我觉得书法现在大家都慢慢的把它淡忘掉了，可是书法事实上是一个原来是一个人类书写的工具嘛，那渐渐的因为时空的转移就变成一个艺术的形式现在呈现，所以也很可惜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小孩子也好，或者我们一般的社会的人也好，离书法这门艺术好像也渐行渐远了啊。所以呢，我觉得说是有没有什么一个强烈的观念的东西能够去比较戏剧性的表现出一个书法的张力，所以我就想说是不是一个比较大尺度的装置呢，能够把这样的意象能够装置出来。其实这个概念是延续我在四年前吧，跟董老师一起做的一个书法跟空间的对话里面的一个主题。我在那个里面呢，我用了一个也是类似像壶一样的一个装置呢，做一个反射的动作。可是那个时候就想要用这种墨来做这样的一个表现，可是那个时候要碍于这个整个经费的关系，后来就没有做。那这一次呢，终于我想。我能够实现那个时候在四年前我对于这个书法的一个概念，所以我在希望就是说在这个这么大的空间里面，我要做一个大的墨池。我觉得这里面呢，我想讲的一件事情是一个味道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的这个所有的感官里面呢，我觉得对我来讲呢，最直接也记忆最深刻的可能就是味道。我们在小时候在学写字的时候呢，给我记忆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墨汁的味道，所以我在想说，哎，那我何不妨用这个墨汁的味道这个事情来发展是一个装置跟展览。当然另外一个显现的意义就是说，我们知道古时候有一个故事是王献之跟王羲之他们是父子嘛，那因为王献之也是很努力的在学写字，因为有一个这么有成就的爸爸，他自己当然压力就很大了，可是问题经过了这么多的练习，写了18缸的水拿给他妈妈看的时候，他妈妈觉得说他的字还是差他父亲差非常多。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人的这个一生里面，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穷极一生我们是必须要学习的所以这个我想在里面我也想就想学习这样子的一个意象在里面。互动式的艺术在现在的这个艺术的形式里面，展示的形式里面是常常有很多种呈现的方法嘛哈。那我觉得呢，现在人对艺术的看法也只是一个旁观者的态度，远远的看，存一个欣赏的角度。那更不要说书法，书法以前我们小时候都常常写的，我看大概我也20几年没有拿到笔了哈。那我想现在的小学生当然也好像书法这一门课也被去掉了，就反而就变成好像一种兴趣而已哈。所以在里面我想希望能够重拾每个人对书法的一个记忆，年纪大的人在池边临池这样子写书法，沾这么大的一个墨池里面沾一点点的墨汁，然后在那里面临摹，他可以想起他小时候的一些事情。
那年纪比较小的观众呢，事实上又变成一种学习的方法，就是在这么多人一起创作，可能有5到10个人在那边一起写字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然后围着这么大的一个墨池，然后还有一座沙的山，我想那个互动式的集体的创作，我觉得是非常有趣。因为我很喜欢京都，那我去京都去参访这些寺庙的时候呢，有一个地方叫做大圆三千院。那要进入这个庙之前呢，他会要求你一个动作，就是说你要默写一段的心经啊，波罗蜜多心经。那你把你自己的心能够真正的洗涤过了，沉静下来以后，你才有被资格认可说你可以进到庙里面。那我觉得我从那样的一个形式呢，给我一个启发，所以我也希望在我的作品里面呢，能有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一个装置。所以这次都选了一个《金刚经》的摹本哈，就是铺在底下，然后上面再蹭一层的棉纸，对，让大家可以有一个临摹的机会。我觉得董老师的字对我来讲，它是一种力量哈。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只是一种字意的传达而已。我在里面，我每次在看董老师的字呢，就传达给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力量的形式哈。所以呢，那个力量呢，我希望我跟董老师也有一个互动的一个力量的一个产生。所以我用墨池，然后用墨池上面我会有一个墨雨滴下来的时候产生了波澜。波澜呢慢慢盖过了玻璃，然后产生了一些墨印，然后这个墨印呢底下透的是董老师的字，上面是我的作品，下面是董老师的作品。所以我希望我能够在董老师的字上面，我再创作成另外一个作品，能够跟他交叠在一起，这个是我想做的事情。董老师的字里面常常是有空间结构的哈，基本上我觉得他的很多的这个对空间上的一个分割跟配置，你知道他写字是站着写的，拿着非常大的毛笔在地板上这样写的，那基本上他的力量的传达，他在字里面是非常的清楚的哈。那而且呢，我觉得他的书法里面呢，透露了非常多空间上的一个层次。那这些层次呢，事实上有给我非常大的灵感，在我自己的创作的领域里面呢，我常常借了看董老师的字里面，我得到了一些对于空间上的一个灵感。董老师的使命感非常重啦，因为我觉得他也一直觉得书法是一直在思维当中，所以他常常就很心急，那希望能做非常透过很多的活动呢，能够把书法这样的这个艺术呢，能够再抓回来。所以呢，他觉得这个尤其是对小朋友的教育，他也觉得很重要。所以这一次呢，我常常这个跟他在聊的时候，都给我觉得很大的压力，觉得他的使命感太重太重了。然后他可能这一辈子呢，为了这个使命感，就这样子活着哈。那所以呢，我在想，我们这次最后的一个想法，是因为我们跟雄狮。请他们捐了非常多的墨水，然后形成这么大的一个量体的一个墨池。那在展览结束之后，我们想说，是不是我们可以装了一个小瓶，一个小瓶，一个小瓶，送给各个学校也好，或者是有兴趣的人。那利用这个小瓶的墨水呢，能够做一些创作。其实我觉得书法是一种形式，利用墨水呢，能够创造出另外一种传统的书法以外的一些艺术的形式。我觉得也应该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